姐妹们，我人傻了。就你们还记得工作室15号那天发的，单独发了一张海边菌子的图，然后它不是尺寸调小了吗？说看我们调出原什么原滤镜，然后就有姐姐发现 ，Oh my god， 她嘴里是有戒指的。嗯，真的吗？我人傻了，就是已经解锁了新的秀戒指的方式吗？待求证啊，待求证。今天俊子的这一身衣服真的好花蝴蝶呀，花蝴蝶本蝶好吗？好家伙，怎么每一次俊子去上海，这脖子上都是印儿呢？这个嘴，就是也有姐妹们就是综合了一下，每一次她去，这嘴都肿，都上火，然后呢，都在那个位置，都非常的精准，都在那一边儿。然后我就刷到一个姐妹的抖音，说就是少去上海容易嘴肿。哎，龚老师杀了亲就是不一样呀，这度没度真的一眼就看出来了哟。有一说一，我真的觉得俊子的卧蚕真的太治愈了，我每次看他笑起来那个卧蚕顶起来，我就觉得天哪，我好开心啊，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俊宝回家啦，大家也早点睡哟。